最近这个网上有一首非常感人的这个歌，也唱作了湖北人的心声。这个，这是我的家，我们守护它。如果有一天，它也需要我搭把手，就过了。正如有的武汉市民所说的：“我的城市生病了，但我依然爱着他。”湖北人民是大仁大爱精神的，武汉是一座英雄的城市。我们能够战胜98特大洪水，2003年的非典斗争，也一定能够战胜这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。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。